9月17日，知名导演陈思诚再次登上热搜，这一次毫无例外，还是有关陈导的感情内容。有媒体深夜拍到陈思诚和美女在街头拥抱，两人面对熟人十指相扣，举止亲密一点也不避嫌。从媒体晒出的图片来看，陈思诚和该美女关系绝对不一般。该消息传出之后，疑似陈思诚开启新恋情的话题也引发热议，男方甚至已经开始带着该美女和其他朋友聚会。当天，该神秘女子穿一件红色连衣裙，身姿曼妙，举止大方，一头秀发让她更加迷人。从外貌来看，神秘女子在颜值和身材方面都算得上是美女级别，甚至不输陈思诚前妻佟丽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陈思诚在8月8日的时候还曾卡点为前妻佟丽娅送去生日祝福，当时晒出佟丽娅和朵朵的背影照。深情人设一直都是陈思诚的标签，如今时间仅仅过去一个多月，陈思诚就被拍到和妙龄女子当街拥抱。娱乐圈中的事情本来就是真真假假，最后祝福陈思诚和佟丽娅彼此都能再遇良人。